呀，这是霸气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号称马来西亚最多迷妹的男人霸气 man 哥。所以前几天大家有看我的 TikTok 的话，都知道哦，我的头发已经染别的颜色了。所以我现在哦，尽量的去改造自己，所以我就把头发染成绿或者青。然后呢，最重要，我今天要来做什么东西呢？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。来，现在看我的样子，跟等一下看看会有什么不一样。2 hours later，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笑，但是请不要笑先，好不好？你别笑。哎，感觉第一次做哦，还不错哎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，就是好像我在网络看到的很多这种眉形啊。我看到真的很有意义，所以我这么一直一直一直拖。我现在看我自己的眉毛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就是它还没有掉的时候，我已经觉得还不错了嘞，所以还不错吧，所以希望七天后会更好看，哈哈。